这么软。哦，油亮油亮的，什么意思？有那个油脂。哎、欸，这种牛肉很罕见哦，比较少见哦，因为它是嫩之外，它是算是台湾人说的那种生鱼嘛。如果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哦，它是非常的嫩，而且很入味。你吃的时候的感觉就是很软，好像在吃那种面包的。嗯，因为我还不晓得，因为我们刚刚没有进他厨房去看嘛，我不晓得他肉跟那个牛肉汤是不是卤在一起，还是肉是分别卤，然后再加上面，再加上高汤。应该是，我觉得是，我觉得分开了，分开的，我觉得他是分开的。他特别处理，好嫩，不错。牛肉面，好家伙！北方人吃面。我也是北方人，台北人呢，我也很喜欢。有以前说是那个，就是中国大陆啊，男人吃米，女人吃肉，南方的人呢、啊？南方的人吃什么呢？吃米米饭。对，然后北方人吃面。面。对啊，所以北方面食啊，哦是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你一直在吃那个面，我一直在看你。好，汤好喝，你不应该叫干面了，汤好喝哎。可是我也很喜欢麻酱面呢、啊，我今天想要吃麻酱面。你吃啊！你教我一下台湾的什么搅拌？如果什么搞不清楚，我不认得，真的是不开玩笑。少来了你！真的，你不会搅拌？不好意思，你拿给那个妹妹叫她帮你搅。妹妹可以先帮我搅拌一下吗？先帮我搅拌一下，台湾人，我需要台湾的帮忙。大哥，赖吃饼啊，拜托帮忙我一下。你把妹妹带过来嘛。妹妹不要来，没有关系，大哥你来。我不爱了，我不爱去了。满天哥都没有帮忙，这样搅拌就可以了。这么简单吗？这是这么简单。那我不需要你了，我也不需要你了。好烂的问题。我以为是稍微有一些动作啊。没有，你以为像印度拉柴要那样搅？对啊。不用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好。哦，这个分量很多哎。你看这个分量比一般的差不多，我觉得是差不多 double 的样子哦。吃一口就来吃一口，好，来吃一口，我们来吃它的小菜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看这个印度拉茶样，妈妈咪呀！意大利人吃这个酱嘛，对不对？你赶快吃，你光是弄拌，然后拉吹，你到底要弄多久？快点啊！可是台湾的东西面都凉。好了，不要骂我，不要骂我。因为台湾人都吃那种很烫、很羞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想要我躺倒，对不对？你们外国人都是猫舌。啊！你帮我，我帮你讲，他帮我教，你帮我教，看我的表情。这个面啊，跟那个麻酱、啊、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在嘴巴中扩散，然后让你的舌头味蕾得到至高无上的享受。有点可惜，吃卤味。我喜欢这个。没有，我要吃我刚刚讲的那个海带芽。你说软的那个？它是软的那一种。欸不一样，很嫩啊！这只是还是虽然是很饱，但是你会咬得到它的 Q 度哎，它是 Q 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它不是那种很薄的、软的，就是软烂的海带芽，它还是有嚼劲，但是它软软的。因为有一些是，我以前吃过，你有没有介绍过刚才那个很难吃的店嘛？我以前吃过，我一直吃，我吃一公斤没有味道，这已经融化了，真的烂掉了，完全没有什么味道哎，没有海带的香味在里面，我完全没有味道了，这个是很好，虽然是薄薄的，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可以咬，真的是可以咬得下去哦，很好。这些都是刚刚老板娘推荐的牛腱、毛肚，在地人手工的香肠，还有海带芽，都吃到。对，哎，要怎么介绍豆干？豆干很平常的东西也吃的，可是豆干我觉得，豆干虽然是一个外国人，你不相信我对不对？我没有办法介绍对不对？有夸张吗？没有，有夸张吗？没有，我跟你吃的只是吃豆干。你看，你对豆干完全没有爱情呢，我爱豆干呢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我来台湾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为了豆干。放屁！你不相信我吗？不相信，为什么为了豆干？因为豆干太好吃，在国外没有，真的在国外，我们土耳其的那个厨房里面没有豆干，而且豆干有可能是对台湾来说，太简单，太常见了。但是，好吃的豆干，我跟你讲，它是不是很硬的？
有两种嘛，尤其是比较黑的那种，哦、比较黑的，就比对比较硬的，是就是软的，而且你吃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它的那个黄豆的味道多明显，你知道吗？从一百公里，你看到我的光头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它就是乌贡，它就是不一样的口感，你看，好起来。我对不起你，吴凤，我是台湾人，我都没有媳妇，我不想豆干对你这么重要。哎、欸，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宝贝 ，OK？ 好，我吃了，我吃了。你试试看。我跟你讲，豆干好伟大。你看多厉害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它也是没有不需要调味的那一种。是啊。来这边有椅子。知道这。有客人需要椅子，没有啦，他搬过去了，他搬过去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只是在我们两个讲话的空档，那个阿姨就这样走过去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不好意思，你不要，阿姨再过去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阿姨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真的是黄豆香，真的是黄豆香。它也是没有，它先卤好，但是呢，它又没有卤的味道强过食物本身的味道。哎呦，刚好哎！对，刚好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当然听得懂啊！好，那我放心了，这样观众也听得懂。很好，马哥，你懂，我们的观众都听得懂。但是我问你啊，泡菜，对呀，这个吴凤刚刚跟我说，土耳其也有泡菜，那他不晓得今天这边吃的泡菜跟土耳其的泡菜有什么不一样？没有，其实看起来是好像是我阿妈做的泡菜一模一样。你阿妈怎么做泡菜？没有，阿妈会做的泡菜就是那个在那个一个很大的锅子里面腌呢、啊。你不喜欢我的阿妈的那个故事吗？不是，我不是不喜欢你阿妈，是这个泡菜有点酸。啊，那个是太酸了吧？你知道，我不想你对酸的感觉啊，但是我觉得有点酸。不酸吗？咬下去之后，那个菜叶就渗出那个酸的味道来。你没有去过土耳其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你也没有看过我的阿妈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嗨，现在也没有机会了，因为已经阿妈不在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怎么样？绝对是，我阿妈是一个外星人，绝对是我阿妈是一个外星人，因为绝对是跟阿妈的口感一模一样。你看，你吃的时候你的脸，你觉得是比较爽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吃这么多的泡菜长大的，所以我吃的时候我的脸不会这么的。所以对我来说刚好，啊，一模一样哎，一模一样。哦，哎，而且那个韩国人呐、啊嗯，东北人做的泡菜是白菜做的，这里的泡菜是这个高丽菜做的。其实土耳其也是高丽菜做的。我跟你讲一个历史，很重要哦。土耳其人的祖先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是谁？突厥人。突厥人，突厥人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哪里来？他们也从中国来的。从中国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也算中国人呢。扯太远了，扯太远了。但是真的，我们的历史有关系啊。那像这样子的泡菜，跟土耳其口味像一模一样的，当然好吃的哦。马天哥，这几些面，再配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觉得都很好吃哦。这就是我们这个在这边吃面的方法。嗯，加一碗面，可能有汤的，有干的，然后再加卤味，再加小菜，然后呢，口味都很地道。是满足吗？非常非常的满足。但是最后要问你，一定要吃花心吗？因为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小。